想的一模一样，甚至他有的东西你也有。但你不是子弹，整个四海列国也只有一个子弹。祝您，科勒尔提示，参见陛下。无礼，你眼里只有朕，却又把皇后置于何处啊？是子，放肆！自以为还能获得这祝念部的职乎？祝念，科勒尔提兰，参见陛下。参见皇后。这戴着头纱面纱也是祝念部的规矩。按照祝念婚嫁习俗，提兰已是陛下的后妃，第一次面圣，是要当着圣上的面揭去这罩纱。无趣。这是什么？回禀陛下，这是臣妾母族神圣吉祥之物，自小得了它便一直带着。祝娘王君这次当真用心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提兰。提兰，而且长得一模一样，甚至他有的东西你也有。但你不是子弹，整个四海列国也只有一个子弹。你只是个赝品。赝品！淑妃，淑妃，淑容妃。陛下今日公务繁忙，要不你先回玉安宫歇息吧。滚！以后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出玉安宫半步。